模式的使用，第一种点动模式是按一下手，按一下手，然后后退的是按一下手，然后第二种的话是半循环模式，就是把这个前进的位置，然后定位把它调好，然后这两边的按钮是不管用的，用这个，然后按一下的话，它就是自动前进，到了位置以后自动后退。走到最前面。